老板，老板，你不在我可走了啊！啊，你干嘛去？嗯，晚上有同学聚会。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肯定都有啊。行，那你去吧。那我去了啊。嗯，等会儿就回来。啊、几个人呢？两个。不是你们两个，其实你们两个，两个人聚什么会呀、啊？什么同学聚会啊？嗯，那你跟我去。啊？你先进去。手伸过去。不是你整那小屁劲儿，又整那小孩玩意儿，你真无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晚上要是回来，我发现这个鸡排不一样，你死定了。你看你心，这带着也太尴尬了吧？不行，我得给他藏起来。哎，嗨，万泽。哎，你好，啊，好久不见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挺好的。这么久不见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嗯，挺好的。那你有没有想我？不太想。对了，这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吧？这个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苹果13，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。我看好多人都使用这个二手那个。是啊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没必要啥都买新的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页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正规。我去年在上面买的平板到现在也很流畅，推荐你也去转转看看哦。不是，这东西太贵重了。哎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那我拿，快，不好意思了。这啥呀？没有，这个他们说叫什么压麦袋。原来你也喜欢这种东西啊？不是，我是听说带这个能转运啊，我就试试。早说嘛，你喜欢我把我的也给你啊。俩人怎么还同款呢？你回来了？你走路没声，你怎么还闪现呢？手给我，我看看。嗯啊，行，一会儿给你看啊，我去回屋放点东西，等会儿啊。等会儿。这一天，静静。什么事？哎呀！